近期多个新盘正积极部署登场，锦上路新盘柏龙 Grand Mayfair 亦都是市场焦点之一。项目采取中低密度设计，户型丰富多元化。第一 A 期提供715伙一房至三房单位。柏龙的售楼处和示范单位沿途有很多绿化空间和精心设计的打卡位，等我带大家一起来参观一下。项目设有面积超过26万平方尺的大型园林和游乐空间，超过37000平方尺的商会所。由 Snowheta 和 Blink Design Group 这两大世界级设计团队主理。项目以 Lakeside Resort Living 为主题，内园空间长大约290米，长过三个足球场，水面面积亦都占了大约34000平方尺。园林栽种了超过300棵树，绿化比率高达30%，设有1.1公里长的缓跑径，同埋超过10000平方尺的户外儿童天地添，务求将可持续发展同埋健康生活元素带俾住客。商会所设施多元化，应有尽有，例如50米室外泳池、健身室、三间宴会厅、餐厅，仲有这个面积有成3000平方尺的湖畔宴会屋，缔造出健康舒泰的湖畔式度假生活。首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其中一个无改动示范单位的设计。这个两房连开放式厨房的单位，实用面积474平方尺，采用长型客饭厅设计，开即实用。单位采用复合木地板和 IGU 双层玻璃设计，隔音又隔热。项目所有单位都配备这一个 Lockly 智能电子门锁，具备专利级的防窥视密码键盘，以及实时视讯通话等等多种开门模式，既安全又方便。单位亦都配备 Mesh WiFi Router、USB 充电插座，浴室仲设有智能镜柜，具备夜间自动开关模式、三种调光功能，同埋动态感应器。除此之外，厨房亦都选用咗德国品牌西门子嘅一系列家电，设备一应俱全。同一户型亦都设有连装修嘅示范单位。设计师利用云石和金属等等的设计元素，营造出低调奢华的感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项目所有单位的露台都和工作平台结合，空间感更大之余，亦都增加了露台的灵活性。客房以玻璃墙身作为间隔，亦都采用全落地玻璃窗。主人房预留了特大衣柜位置，加上双人大床之后，空间亦都不会局促。另一个装修示范单位属于三房一套加工作间连洗手间设计，实用面积768平方尺，同样以云石和金属作为设计主调。客饭厅空间宽敞，可以摆放一张六人饭台。设计师为了迎合 work from home 趋势，特登将工人房改造成为工作空间，厨房对住客饭厅的墙身改用玻璃墙分隔，增强空间感。两间客房都设有落地玻璃窗。主人套房放置了双人床之后，仍然可以三边落床，空间感十足。同走廊洗手间一样，套厕内都设有浴缸。柏龙作为锦上路站大型住宅地标，坐拥北部都会区和屯马北环双线的无限机遇，相信这里的住户可以随时享受到丰富精彩的都会度假生活。